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23万美金的小投资房。然后今天我不仅带大家看一下房子，然后也带大家看一下我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今天我其实是一个很闲的一天，我也不需要去办公室，因为我们这种工作是不需要天天在办公室待着的。然后我今天需要去看一下我们的管理房，然后去拍一个房子给一个想下单的客户介绍一下，然后看看他会不会对这房子有兴趣，要不要下单。然后呢，我还需要去给物业经理开个会，然后去因为快到月底了嘛，然后会计一直在结账，所以我还需要去跟会计对对账，看看这个月有什么样的支出啊，然后各种房东之间的钱打得怎么样了，跟房东之间的沟通怎么样了，各个方面。然后呢，我就约了朋友想去逛个街，吃吃饭，然后就回家了。今天还是一个对我来说很轻松的一天，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我的一天。现在我先去一个管理房那儿看一下，因为这个管理房是上一个礼拜刚刚过户的。然后我现在就过去把锁挂上，然后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再 make ready 一下，整理一下的。如果有的话，我可能需要找这个我们师傅过去收拾收拾。如果一切状况都还不错，那我们就直接挂上招租了。应该一切状况还不错，因为在过户之前我们已经过去看过了。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这些出租房都不会说租出去，也不会很久才租出去，因为我们都会给客户挑一些真的非常的好的，包括位置，包括环境，包括各方面的价位和房子的状况都很好的。当然租客也是要挑的，比如说有很多的租客他来租房子，当然他是想租一个好的房子，所以你越好的房子在这个租金比较适中的情况下肯定是非常好租出去的，这个你都不太用担心。我现在就过去看一下我们这套房子。其实平常呢都会有物业经理一直在就是巡逻我们所有的这个管理房，但是这个房子因为离我家很近，所以我会自己过去看一下。本身也我们每一套房子我都要自己掌握好这些情况，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跟客户交代的。现在我就来到了我们就是刚过户的这套房子，这是一套一层半的湖景房。然后这套房子当时客户买的是28万美金，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刚刚过户的这一套，里面已经弄得还很不错。卖家，我们要求卖家打扫了卫生，然后做了很多的修缮工作，他都做得很好，并且这些修缮工作都是找那种很专业的公司来做的，所以都是有发票什么的。看这个房子后面就是一个这样的能看清吗？背光有什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湖景。然后后面就是这个小房子，28万美金，学区还是很不错的，它高中稍微差一点，小学初中都很不错。然后这个价格作为投资来讲也是个蛮适中的价格，租客质量又会比较好，然后位置会比较好，再加上这个房子本身就有湖景这种景观，所以这种房子就会卖得很抢手，景观性就非常的强。当时客户也是来看了一天就马上决定了，他看完了之后就再没有来过，都是我们全权处理的。因为他本身就在这个房东就在硅谷工作嘛，然后作为一个投资来买在这边的。我来看一下房子状况，然后我需要看一下有没有些地方需要再帮他处理一下。有几个蚂蚁窝，可能需要这边有几个蚂蚁窝，我需要让物业经理过来找工人给我们去除一下。这样的话，到时候租客入住的时候，可能租客就会被房子买。做管理房其实是一个很费心思的事情，因为做管理房经常做不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一般都是些小问题，可是会很麻烦。他地毯也跟我们都洗过了，非常漂亮，给你看看他那个外面就是一个湖，然后这是主卧了。因为这个房子已经被别人买到了，所以我也不好，因为这个房子已经是被别人买下来了，所以我也就不再拍了，就是过来看一下状况。
好了，非常的好，我就放心了。现在呢，我就要去帮一个客户拍一套房子，看看那个房子状况怎么样，看看客户是不是很有兴趣下单，看看那个房子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我们去下一个房子。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这套小房子是23万美金，位于休斯顿 Cypress 一个10分学区，非常非常好的学区的一个地方。23万美金有2200多尺的居住面积，然后它有6000多尺的占地面积，并且这个房子正向朝南的，所以整个房子看起来非常的亮堂。我为什么每次都说亮堂，就是因为好像亮堂这个事情对中国来讲很重要，因为大家都喜欢感觉很明亮的一些房子。然后呢，这个房子小小的，可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而且它只有23万美金的报价，有可能是需要加价的，但是这个也不一定，万一就是您这个运气非常好，那可能就不用加价，这个价格就能买下来，甚至还能再讲价讲一点。但是通常情况下，这种小房子讲价的概率就不太大，加价的概率可能大一些。然后呢，这个小房子的租金差不多能在1900美金左右，我所说的租金基本上就是100美金的差距，就有可能是1800，也有可能是1900，就这样的一个差距，不会太大。然后这个房子的学区非常的好，状况也非常的好，一进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高的挑厅，一进门的这个地方你看这是高的啊，但是它里面并不是个高挑厅，毕竟它只有23万美金的样子嘛。然后这个房子的每个房间都是方方正正的，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还是很舒适的那种。毕竟它23万美金的报价，在这个报价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状况好的一个小房子了。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吧。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小区，小区是很完善的一个状态，学区非常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了。有一个小心机，你看主人很细心的在这个地方做了几个小石头道，这样的话就不会踩坏门口的草，这说明这个主人真的是很用心的一个人。好，我们现在进门了。一进门，左手边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餐厅。右手边，我所指的门是车库，然后旁边就是一个客位。然后我们再往里走，就来到了他客厅的位置。这个房子是一个正向朝南的，也就是这是南向，所以呢其实很亮堂，这一面就看得出来。厨房、餐厅，这是早餐厅的位置。然后我们去厨房看一下，现在我是没有开灯的状况啊。这就是厨房，你买的这个房子除了洗衣机、烘干机、冰箱以外，其他的电器是带的，也就是说这种微波炉啊、橱柜啊、洗碗机啊、空调啊，全都是包含的。当然了，房子的家具会被主人带走，可是您出租房子给租客是不需要给租客配家具的。现在我们来到的位置就是主卧了，这就是主卧的位置。
因为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我拍视频有点快，所以我今天尽量慢一点，谢谢你们的宝贵意见。两个洗手台，浴缸，淋浴间，淋浴间的旁边是一个衣帽间，现在让我们上院子看一下，它的院子弄得非常的好，一出来之后就有一个这样的大大的 patio 就是这样一个凉亭，你看它的地下做得很好，看这个凉亭做得很精致，院子方方正正的，非常漂亮。我们去另外一面看看这个院子，就是这样一个很精致很漂亮的院子。它这个凉亭做得非常的好，是因为呢一般的凉亭的地面都是水泥的，而这个是铺了瓷砖的，这就说明主人的这个精致程度。好，我们进屋。好吧，现在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我们到了二楼了，这就是一个 game room， 您可以看看电视，活动的区域。 game room 的旁边有一个房间，一个小卧室，然后再往里走，洗手间，出来之后呢有一个卧室，两个卧室，我们先来这个卧室看一下，你看它每一个卧室的墙刷的都很漂亮，这是男生的卧室，墙都是新做的，很干净。然后这边是女孩的卧室，很精致，梦幻空间。而且这个房子呢四个卧室，其中就有三个是正向朝南的，所以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设计。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23万美金的小投资房。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或者是对休顿地产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但是这套房子可能会被我的客户下单，所以有可能这套房子已经被人定了。所以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加我微信，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谢谢大家，拜拜。现在呢我到了下午了，现在是下午4点钟，我就帮一个客户过来 walk through 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是一套新房子，在我们 walk through 之前已经来检查过好多遍了，所以就给这个房子挑了很多的毛病，贴了很多的蓝标。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跟建商代表一起过来再看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修好，修好了的话就明天过户，如果有些地方没有完善的话我们要记下来写在一个附件当中，这样的话让建商在我们过户之后还会来管，因为美国的建商是弄得非常的好的，这边的建商很负责任，所有的一切都会给你弄得非常的好，哪怕你住进来了之后再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好他都会来管。我们 say hi。 Hi。 Alright, so right now I have the landscaper finishing up the back. Okay. They're taking out all the dead sod and they'll have all that replaced. They'll finish that up today. Mm-hmm. Great. The oven will be coming tomorrow. Okay. So, 他说这个 Yeah, we had to cut this out so that it would fit. 微波炉和烤箱没有安，所以他明天会都给安好。Okay. They called me on this tile right here.
where it's chipped. We're gonna replace that today. He's at another call. They told me it'd probably be about 5 o'clock. Okay. But that'll get done today. And I wrote it on here that it's getting done today. Okay, you already marked on that. Mm-hmm. 这个地板，这个瓷砖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划痕，他会今天弄好它。Did you try yes? Yeah, okay. Look at this之前这个地方地毯没太弄好，有点小鼓包，它都弄好了。OK， 这个那边那个也是没有刷好，但是它都会给弄好。Show them the rest of the house. That's pretty much the list. Mm-hmm. That's everything on the list. So, okay. Over there, that is blue tag. Oh, yeah, she'll get that too. Mm-hmm. Just touch it, right? Mm-hmm. 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到，他现在正在给楼下铺草。因为上一次过来看的时候，有一部分草我觉得长得不太好，所以我让他重新铺，他就把这部分草都挖开了，然后现在再重新铺，明天过午之前都会把它铺成新的，很漂亮。It goes over submitting a request. So, if they do find anything after closing, they can get in contact with us. Okay. And submit a request. That's all on this page here. Mm-hmm. Okay. Okay. They're going to have, it's going to be a warranty sticker. Mm-hmm. They're just going to look like this. Yes. Okay. Theirs is under the kitchen sink right here. Fully filled out. 所有的需要维修的电话都会给你贴到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以后这个搬进来了之后，什么地方需要维修啊，需要再找建商啊，他们都会管。然后他们会把所有的信息和资料都填在这些地方，然后给我们房东留下。这样的话，以后如果你有一些的维修什么，都可以直接找厂家或者找建商。This is for appliances. Mm-hmm. Okay, appliances are not covered through D.R. Horton. They are through the manufacturer. Mm-hmm. So if they have any issues, they have to call this number and set up an appointment with them. Okay. Now, all of the product manuals and everything are in this drawer her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oktop. 所有的说明书和电器他们是不管的，是厂家直接管，所以所有东西都放在这里面。Just go to the monitor.